Shimmeria.新直播位。这个吧，这个灯光比较适合我。Baby， 请你留在我身边。例如是，等一下，我这个，我想放歌，但是我这个电脑不知道为啥，就是说好像。是短路了吗？我的电脑是短路了吗？怎么开不了机了呢？朋友们，来个人解释一下。为什么？哦，原来我的电脑是开着机的呀。没有开机，等一下，哎，奇了怪了呀，朋友们，真的奇了怪了。我说，哦，原来是插座松了呀，我就说嘛。晚上好呀，穿这么少不冷不冷，我又不怎么没出门。谢谢叶迪。抖音什么时候发？今天已经发了一条了。我要拍无数个抖音，攒着过年的时候发，朋友们。我今天就拍十个抖音吧，过年拍发。嗯，为什么今天我觉得我的脸有点奇怪呀？对啊，今天大家公演看得开心吗？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尊为音乐。等一下啊，连一个音乐，怎么会呢？怎么这个音乐连接不上了？它为什么放不了？这是我原来的房间，你们都不关心我。对啊，上面是专辑，厉害吧？就是缺一张我本人的。啊，好多啊！你们，我就换一个视角直播，就多少人说是新房间，就是不够关心我呀。新视角，新感觉。是这样
挑染真不错，我染头发很少踩雷的好吗？哎呦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就是说吧，人都是近代有缘人，怎么样？近代有缘人，就是说之前说的有些事儿，就是说近代有缘人，之前说的有些事儿。感觉好像就是有缘人等到，歧视是不存在的。我脖子就微小的一点点痛，但是我不会说谁找了我，我觉得这个没意义说出来，是吧？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天不够清晰吗？那我把这个灯换到正面来，马上体会一下高清好吗？哇，太高清了，当我没说。你们，哎，不用想那么多了，当我没说好吧？当我没说。推拉，开玩笑了，还没定，还没定，开玩笑。耳骨怎么样？就是说上面长了一个圆圆的东西。对，喂一下遗忘草。啊，因为想着就是能多一个舞台是一个，是吧？谢谢樱桃小园子宝宝放假快乐送的全蛋，很多东西都是了。嗯，我们都尽力。你能不能别那么黏着我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他主要是有点太虚假了。我不开直播的时候，他是一点反应都不给的。脸是好多了，明天再去针灸一下，后天有通告。然后还要学舞什么的，不是说还要拍一个舞蹈练习室吗？然后还要游戏直播，这些都争取在我声带手术之前完成。
爱也是我。圣诞手术联系好了，肯定联系好了。这个是妈妈他们联系的，完全不需要我操心喽。谢谢美食150，祝平安健康送的皇冠。我挺开心的呀，今天跳了这么多舞，我就还蛮开心的，懂吧？谢谢雨婷送我权杖，你们开心吗？谢谢雪糕送的皇冠。谢谢静谧神灵送我皇冠。狼人杀，我狼人杀就是我的强项，好吗？就是有点可惜啊，没赢。谢谢阿迪个乖乖送的权杖。谢谢美式1550，祝平安健康送的皇冠。是因为没有办法嘛，因为张鑫他不玩狼人杀的，所以说。也不是他不会，是他本来就不玩。如果那个局我明说让张鑫跟我投一个票，其实也可以，但是呢就是在他们狼人又杀人的时候就会一直卡住。我就差明说，其实我可以明说的，明说的话就直接可以呀、啊，直接明牌打的话，其实也是2-2，2-2呢，去 PK 了之后也是2-2，就相当于只没有输赢，然后又直接进入下一页。把金水给孙雨山，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想给张鑫。我乐意，我愿意，怎么的？对啊，就是如果我直接，谢谢沉默北北蛇院白送皇冠，就是我直接让张鑫跟我，就是直说让他跟我投李佳恩，他就可能会一直死循环，一直结束不了。因为就一直平票，所以说我就直接这样子，就是说佳恩是狼，还能可能让孙雨山跟我一起投他，但这个孙雨山故作聪明，我明明就是真预言家呀。不是，重点还是有点奇怪，到最后张鑫投了孙雨山，然后我秉承着不能改票，我就硬着头皮继续投佳恩，其实输或者赢都无所谓，大家看得开心就行。我觉得
是呀，多好玩啊！啊，谢谢文叶是吗？是这个人吗？不是说我漏了全章。没吃饭呢。榜五，谢谢雨婷的全场是吧？反正我觉得狼人杀嘛，是吧？最怕就是认真，认真的就一点都不好玩了。谢谢 VANSSS 小姐新年快乐，白送全账啊。对啊，所以说弹幕也不要太较真，都是随便。我不认真啊。这是什么？阴阳色，看看。嗯，对，这是粉蓝。说对了啊。呼，这是紫色吗？你看看清楚，你睁大眼睛看看清楚，这是紫色，这是紫色，你是色盲吗？这才是紫色。严丽丽的颜色没有吧？这个倒是有点变得那种，就是这个是什么颜色？树莓粉。嗯，树莓粉。暗红色，不是吧？怎么的，我染头怎么的？潮，谢谢啊，就是潮，潮人，潮人就是这样子的。嗯，怎么是随机的呢？没事。不要，怎么还想要我的耳朵？5块钱一斤，这是黑发呀。
这是血吗？哦，这是我的痣。We can, you wanna love me and it's me.今天谢谢 Run Baby 为爱小抱猪咪送的权杖，凉拌猪耳朵太好吃了，看得清弹幕，我现在离近了就看得清。其实 Super Logic 这首歌还是蛮好跳的，跳的人很舒服。但是我觉得谢谢小妈咪琪琪新年快乐版送的权杖，但是我觉得我跳什么都可以了。嗯，那个外套就是一个真的机车服了，那个外套就真的是一个摩托车服，我在淘宝上买的。对，我也那天排练的时候才很感悟，我没有跳恰恰恰这首歌。其实现在的话我也行，但它对我来说就是有点点无聊。我的这些小碎发真的太多了，我真救命了。嗯，那个裤子不是自己的。碎发不是我的执着，是我头发多，是我一直在长头发。嗯嗯嗯嗯，我们当然是商量好的机车服呀。没有炫耀呀，我在陈述事实。小班我已经让阿姨送去寄养了。今天发型怎么觉得那么奇怪了，我要受不了了。微信哪天航班？我我就是接了头发呀，不然我这个挑染咋来的？希望我们的威斯第一次坐飞机要顺顺利利哦。回家会直播的，回家当然会直播。不对，我们 VC 第二次坐飞机。谢谢宇宙论起点送的权杖。最佳拍档是 H 队的，怎么可能？
跟自己对对人拍档上一下。我跟 PEG 的行了吧，我跟 CKG 的，你们真的好奇心很重哎。行，那我会接力的。我吊你们胃口，那人不就得吊吊胃口吗？不吊胃口的话，有什么好期待的？虽然说你们肯定会期待，对吧？反正就是想，对，抓紧每一个机会去弄舞台，把之前错过的都补回来。是我们的，百变怪沙发舒爽还没拆，干嘛？干嘛？叫妈妈。满意送的权杖，叫妈妈，来妈妈抱抱啊！猫咪是不会叫爸爸的，但猫咪真的可以叫妈妈。我不是今天才翻了抖音吗？叫妈妈，叫妈 ，Whisky， 叫妈 ，Whisky， 叫妈，妈 ，Whisky， 叫妈 ，Whisky， 叫妈，叫妈，叫妈 ，Whisky。还不错啊，就是巧合、啊、居然还有人真的觉得他真的会了，你们真是天真呢、啊、你这么有表现欲吗？好多妈妈来了，收获了一堆女儿。
好的好的，不要这样子了。我没有害羞，不要觉得我是那么容易害羞的人好吗？我害羞，我没害羞，我一般我害羞都是装的。谢谢 TUNO 妈妈妈妈妈妈送你权杖，不骗你们。我是淡定的人。我还年轻，暂时不想要那么多女儿好吗？心跳一百，行，你们语言自由。想亲亲我就亲亲我，我们小九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好吗？谢谢343MJY 送的权杖，谢谢。他的嘴上没有口红印。我把美白开低一点。人要自然一点。我没有开自动美颜。是消失在我的梦里，因为这个灯比较亮，瘦脸早就已经被我给破解了，他已经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直播间了。他其实现在还是会有的，但是我每次直播前我就会把它关掉。再瘦脸就没了，呵呵，你说的对。让我去消失在我的梦里。针灸还要去，针灸去，针灸去，我明天就去针灸。我明天就去针灸了。现在能笑呀？我今天不是笑蛮开心的吗？大笑，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爱大笑的人吧。谢谢主人，我爱你，只推老婆版送的权杖。我还没看开端呢，我小米家。谢谢见微笑视频，好想做一起的狗送的权杖。这个家里三只会不会有点太多了？两只猫。
快地坐着我的 white Porsche， white Porsche 带着坐着我的 white Porsche， white Porsche。没有的话，心里的话，如果你 white Porsche， white Porsche， white Porsche， white Porsche。脖子不用，不用，脖子不用针灸，脖子差不多。爱你却消失在我的梦里。什么时候直播打游戏？会的，会的，放心。春节前是一定会的，不要催啦。打什么游戏还没想好。我一直都觉得我笑不好看。所以说我就不怎么喜欢笑，在大家面前，就是在镜头面前，就是大笑露齿笑我觉得不好看。所以说我拍那个康师傅蜜桃乌龙的时候我就很为难。明天不算最后一次针灸吧，我又买了几次，我忘了。我喜欢我笑起来的时候，我喜欢我不露齿笑，但露齿的话就有点不喜欢。谢谢火腿煮牛奶爱宝宝白送的皇冠。多久的机票回家？反正就是说，那个机回家，露齿也好看，谢谢啊。露齿的话，总感觉自己像假小男孩。我觉得是我嘴皮的问题，我只会露下边，我上边的上边嘴很难露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人中还长啊，我觉得我人中就是正常。我牙短，我牙确实很小。好，小鲨鱼呀，瑞克。人家就一颗虎牙单边儿，哎，我这边是吗？哎，不是呀，只有一边是呀。不要说我可爱，这个虎牙不酷吗？别再让我等待，浪费了什么，浪费了什么真。泪痣是画的吗？你猜是不是画的？我妈妈给我画的。
哦，对哦，玉米须茶我都没有喝的，怪不得最近容易肿呢。过年你们可以看到弟弟吗？你们这么想看的话，那也行，看吧，看吧，看吧。消肿有没有用？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觉得你喝饮料不如喝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对身体应该还算还不错吧。关上门，睁开眼。弟弟直播，弟弟直播。真爱，别再让我等待。谢谢自闭可乐的主人齐将，超级帅，送的权杖。真可以。I'm feeling so lonely.我弟弟还是会看弹幕的好吗？我弟弟都出生多久了？你觉得他还是，哎，他会吗？他不会只会说话吧？我可以当他的翻译。我这次过年回家给我弟买点衣服。我不忍心回家看到他穿成那个样子，我不行。我弟弟还在幼儿园，不知道。我还没有22呢，不要瞎说我，我还有没到22呢。对呀，没过生日就是21呀。有时会随便想，你在你脸上，梦里我随便想，咖啡在桌台上，随便想。你说你都懂，说我都不懂，但是 baby， 50还早呢。奔三怎么样？我觉得。只要为自己而活，你多少岁，你都是年轻的人。但是 baby， 不要淡漠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。心态好，永远都是年轻人，不要就是心态就不好了。年龄能代表什么吗？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年纪大人就做不了的吗？有时会随便想，梦里我随便想。最怕的是不去争取，不去尝试。你是你要的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好不一样的房间，这就是我以前房间，只是换了个角度，甚至还没换地方，就扭了一个方向。就全都在问我这是不是新房间，我现在给你们看看。现在眼熟了吗？你说你都懂，说我都不懂，但是 baby 不要冷漠了。在我脑海里 ，look out， 对，我记得是好多人跳 look out 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有谁跳 look out 了？是不是广州有人跳 look out？ 我没有哭啊，我没有哭。
我就是这个头好痒啊，当然不是因为我没洗头啊，是不可能的，就是他这个头，哎呦，就是他接头发这儿，我真的，他这次给我接的有点，这个就是广州的人没有跳吗？我怎么听说广州的人会跳？你说你都懂，说我都不懂，但是 baby 你不要冷漠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你的声音在我呢。没事，我们可能 look out 比较红。好宽敞，我跟小安卓下次 look out 我们也要跳这个 look out look out， 我们要借鉴一下，我们要look out， 确实是种很特别的歌呀，就是跟往常的 CP 曲不一样，你们知道。因为它属于是那种风格，就是比较韩，我觉得是吧？傻瓜，陆涛的曲子，哎，我当时可不喜欢陆涛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当时分配到我给我这首歌的，我说这什么歌啊？这首歌就像是那种恰恰恰一样的歌，我当时要崩溃了，我跟马老师说能换歌吗，他说你做梦吧。我一直在排练的前一天我都很崩溃，我说不要，我不要跳这种歌，不是写不出词，是我就觉得不好听。你不能问我现在喜不喜欢了，现在他已经是我自己的歌了，我肯定会偏爱自己的东西，如果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都不爱，那还要谁来爱他呢？是吧？好想看我跳女威。会的，我是肯定会都尝试，因为正好就是玩。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没有啊，是眼妆的问题。没有红红的呀，谁当我的瓜？这还重要吗？我感觉没有人适合当我的瓜，那就好好我好好跳好，就不就完事。行了行了，别点了别点了，你们是点菜吗？只有我一人分饰两角啊。Whisky 一直都这么黏，只要小班不在 Whisky 就这样。
小班，小班去那个送去寄养了。对，只有靠科技宝跟我跟我拼在一起。干嘛？叫你妈干啥？再叫一次，再叫一次妈，再叫一次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疤痕体质，我不是疤痕体质，可能只是因为，就是手上这个伤刺当时刮得有点严重吧。谢谢闷蛋儿琪琪的小狗竞争者送的权杖。我没有一直扣好吗？可不能造谣哟。谢谢主人是元琪新年快乐版送的权杖。别这样，换首歌。我在这儿，我在吐去吧，我在吐去吧高的。吃饭了没？还没呢，饿死了。过年了，我想送给自己一个行李箱，不过分吧？虽然说我那个行李箱为了金曲青春的时候买了，可贵了，结果给烂了，我真的有点伤心。怎么会烂的？专门就是图质量好买了一个行李箱，然后结果坏了。然后其实我这几次一直在用那个坏的行李箱，就是装东西。但是我觉得新年得给自己一个新的形象，这样祝愿自己明年能多多出通告，多多坐飞机，是吧？看起来很苦恼，通话的内容都是我不好。Whisky 呀 ，Whisky， 很能感觉到你的心跳。谢谢老李今晚早睡，老婆屁股好翘板送的权杖。绝不到把你的面具撕掉、烧掉、毁掉，做个记号。好让我学会尖叫、咆哮、逃跑。那还是不至于，想买几个买几个，现在没有那种资本挥霍。无路可逃，让人放肆无道爱好，独自睡觉。我可以把麦带回家啊、哦，麦带回家，我就可以唱歌了。真的是胖丁撑坏的，哎，对啊，是胖丁撑坏的。当时不是说到胖丁嘛，我就是极力想把他
极力想把它装在箱子里带回去，然后就把箱子撑坏了。做手术，但是做手术都在过年后了呀，就是年跨完了。行吧，那就不带吧。就是这么容易被说服。从反面去了的，看起来很困难，通话通话的内容都是我不好。好的，保护嗓子。很能感觉到你的心跳，它跳动得如此的礼貌。打手语直播。这首歌放完，我那个我要关掉了。仙女棒，谢谢自闭可乐是元气最怪的小狗送的权杖，谢谢。放假了，过年了啊！谢谢菲菲想要转运送的全场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各位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！卡死了，卡死了，拜拜喽！照顾好自己哦，大家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哎呦！拜拜。我的那只鸡，冰着了。